据他们报道，吴克群身边工作人员近日在脸书写下吴妈我会永远想念念，一指吴克群妈妈癌症病逝。而早于六日，吴克群曾在脸书意有所指写下人站在生命面前方知自己渺小，并搭配病房照片。对此有媒体求证吴克群经纪人，对方并未否认。而吴克群的好友威廉则透露，吴妈妈在医院和过世的时候我都有陪在旁边，跟吴妈妈说的话都在耳边跟她说了。克群比较辛苦，还有巡演和电影要做，但他很坚强，会关心他的。关晓彤近日参加北京电影学院期末考试，正式迎来了寒假，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在微博晒出照片。关晓彤身穿北电校服，清爽乖巧，学生范十足，跟老师同学也相处融洽。还有网友晒出一段关晓彤亲热玩接歌游戏的视频片段，连李湘都忍不住对他连连称赞。没事，离我远点，大胆的。有时间限制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。笑眯眯，笑眯眯，太难了。对人客气，笑容可掬。我是不是跑调了？跑调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那早说呀！亲爱的，原来你是喜剧演员。这孩子，咪咪笑眯眯，对人客气，笑容可掬。对人可掬，笑容可掬。对人客气，笑容可掬。对，还是不对？哎呦哎呦，脸脸，脸脸，哥哥帮你。好，为什么呢？脸脸，你到哪个队的呀？脸脸不要脸，我还要。脸脸这种人，就是他的这稻草可捞，他知道没错。这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真的吗？我是害怕妹妹，因为我刚刚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和小姐抱的时候，我一回头看着他，他是这样的，我以为孩子很。你说他缺抱是吧？不是，害怕他，怕他。OK， 来，科队也加5分。耶、yeah ！加一首歌曲。